哎，老公啊，媳妇儿，我一会儿就到村口了，你骑电动车来接我呀。啊？哦哦哦哦，好。算，等着呢。他不是应给单位门大工挣钱吗？他说他回来了呢，叫我去接他。你说他咋出去能有十来天咋就回来了？折腾死了他咋？算知道他呢。妈，这你电动车呢？丢了。你说他叫我去接他，我咋没去啊？这我能去呗？哎呀，好吧，那么我走去吧。哪么还不来啊？我不是跟你说骑着电动车来吗？电动车丢了。啊？丢哪儿了？你说你说话弄得被子么个丢丢。你呀、啊，真土。走吧，我可是大城市的普通话。妈咪，我回来了。要活死吗？我看见我在这儿。想死你了。董事，你们你咋出去打工咋才几天你就回来了？赚大钱啦？妈咪，没有挣大钱的啦。没挣大钱你回来干什么？说个话还阴阳怪气的。你听着，是不是比以前更富有磁性的啦？我哪么听着我都上吐呢？我装猢狲就是装猢狲，没见过大场面，大城市讲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啦。妈，我试试也怪别扭的呢，感觉他在那拽洋文啊。拽什么洋文？拽洋文？你就看他这个样，拽垮从头都费劲。哎，你给我说说你出去到底挣了多少钱？妈咪，没有赚到钱的啦。你不会临走时候我给你2000块钱你都花完了吧？是的。媳妇儿，妈咪别生气的啦，虽然我在外面打工只有十几天，但是我一个人给你们带了一份礼物的了。哎，妈，有礼物啊。什么礼物啊？等你一会儿的了。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化妆品的啦。我一个农村老婆子，我擦什么化妆品啊？叔，现在大城市年纪越大越要抹化妆品哟，我一次可以顶3天的啦。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，还抹一次顶3天？这是你的啦，大瓶哦。这是妈咪的喽，小瓶哦。哎呀，这不就个防晒霜吗？不对的啦，人家叫防晒乳，乳。哎呀，这东西抹脸上不都翘瓣的？俺不行。什么破玩意儿，自己查去吧。你们俩怎么这样呢？我这是排了12个小时的队去抢购的了，非常的不容易，难得哦。行，你快别说话了，我哪能越听越反胃呢？把舌头捋直了。妈咪，我好不容易才学会的普通话他们变不过来了，大城市都是这个样讲话的喽。变不回来了是吧？好，变不回来了，我救你。妈咪，你拿铁锹干什么的了？要下地吗？你再不给我把声音变回来，你信不信我拿铁锨往盆里砸了？哎呀，真的变不回来的啦。妈，我不敢了。你怎么能变回来吗？拿着你的东西，
给我出去打工去，这个家没有你的用心之处，挣不回钱来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那还与你破产说，俺不需要。妈咪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，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打工的啦，我要去当大老板的啦。